班车，怎么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呀？你想他还会来吗？我想不会来了吧。但是我们东家出来信说，今天晚上准到。您瞧。我们店里头都通通预备好了。那么Thank you.
我心都是为自己真心，我是自己的真真，我只要一起上船，说那风筝的梦
让我来带你们去。
先我绝不晓得这个园子坏的这个样子，要不然的话我们绝不会来的。现在事情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从明天起一方面收拾园子，一方面排戏。你看这园子那么破。到这儿来大家都是很辛苦的，本来我们的戏在京津一带已经演得很熟了，用不着再排了，可是为了适合本地观众的胃口呢，我们拍一个短的歌剧，名字叫《黄河之恋》。这个戏的故事发生在宋朝靖康年间，就在这儿黄河南岸，一个男子爱上了黄河北岸的一个姑娘，这个姑娘名字叫阿宝，他们还没有结婚就遭受很大的国难。现在这个剧本已经印好了，你们大家看一看。那快请。这戏里的男主角由孙小欧君担任，里面有一首歌是现成的，这儿的人呢也有会唱的，歌谱已经抄好了，现在我们先把这歌练起来吧。预备，一、二。善于歌唱，怎么今天会这样呢？对于这首歌的声调我并没有研究过，我想应该让我自己先静心地练一下。得了得了，大家回去吧。小欧，我知道你已经是很疲倦了，我们先回去休息休息了。哦不，你们先回站房去吧，我还要练歌呢。陪你好啊。哦不，我要一个人静静的练，你回去吧。
请问您老，这儿除了您以外，还有别的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除了我以外，没有第二个人。子期。人家说过，这个戏园子常常闹鬼，真有这样事情。哦，你一个人住这儿不害怕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宋丹平，他是从前秋柳居舍的名伶啊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多年了吗？别害怕，我已经和他相处十年了。奇怪，奇怪，他好像是在教我们。所以你不要害怕，也许他是有意的在帮助你。
我这次成功，承蒙您帮助我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来感谢您。我永远永远忘不了您给我的恩德。不用谢我，谢你自己的努力吧。不要害怕，我是人，我是同你一样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。哦，你是宋丹平吗？不错，十年前的名优宋丹平就是我。但是当13年前逃亡在长江一带，为争取自由而牺牲了性命的革命先烈金志坚，也就是宋丹平这一位忠实的革命战士，他并没有死。朋友，年轻的朋友，你是个有热情、有勇气、有希望的青年。我等了整整的10年，到今天才等到了你，我的理想中的你。现在，我要把我自己过去的一切完全告诉你。这就是13年前逃亡在长江一带时候的我。那时候
建时候，因为环境太危险，所以我就只好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。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几岁，可是我有胆量，我有一种争取自由的决心，所以我已经是几千个革命青年的领袖了。我的一生也就在那个时候算是我的黄金时代。啊，那么你怎么又叫宋丹平呢？并且我听人家说宋丹平已经死了。啊，你到底是什么呢？你能不能叫我见见你的真面目呢？不，不能。你再听我说吧。过了三年，外面通缉我的风声渐渐地消沉下来了，我就改换了姓名，加入了一个新剧团，来到这儿表演。这就是十年前的我，我曾经在这儿表演过一个革命的世界名剧《热血》。远不难过的代价，算是我们的道路，我们的路是一道河里的奔流，三十三十四年三个可是三年的梦想，三三的都是我们的，我们好美人有笑了，嘿呀快要走了，说明你的大脑不他说有紧要的事情，是不是我秘密进行的革命工作被人发觉了吗？哦，不是的，是我们两人的事情已经给爸爸他们知道了，不过会与你不利的。哦、那这完全是汤俊的坏东西，因为他要追求我，就认为你是他的情敌，所以在爸爸的面前拼命的挑拨，说你们演的戏都是骂军阀骂公爵的，说骂军阀骂公爵。就是骂他们，也就是骂我爸爸的，并且他还说你，说你是最下等的人物，戏子。好，下等人物，戏子。好吧，
娘们，只要我能够永远的爱你，我的革命工作不泄露，那我就受一点委屈也算不了什么的。哦，平哥，你的心我是知道的，也正因为这样我才爱你。可是要是你真有了什么危险，我可怎么办呢？霞妹，我现在最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爸爸的性情，在他发怒的时候，对他平日有仇恨的人总说他们是革命党。他现在虽然已经不做官了，可是跟一般军阀还是有来往的，所以要害一个人是很容易的。我亲眼看见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了，何况是你了。我一想到这个，觉得你真是危险极了。是的，这一点我也想到的，不过为了你，为了爱你，就是牺牲我的性命我也情愿的。哦，霞妹，你知道我是没有一刻能够忘掉你的。亲爱的霞妹，你不要离开我吧，我们两个永远在一块儿。哦，什么人来了？哦，霞妹，你走吧，快走吧。哦，霞妹，你记住，我们两个要决心从这恶势力奋斗，不管死活，我们永远在一块儿，永远在一块儿。走吧，你快走吧。实话了，慧平大人的话，我们逮着他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在路上走的，我们实在没有听见他说什么。
小妹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先生今天的发怒，实在是为了爱惜你。据我看来，也太委屈了你自己了。你仔细地想一想，你究竟是一位千金小姐，宋丹平他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跟他讲一句话，都好像失了我们的身份，何况跟他，跟他谈起恋爱来呢？他是什么东西？你拿什么标准来评定他的人格？你自己不想想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不要太欺负人了。你想学恶霸的行为来压迫人吗？我的事更用不着你管。啊，恶霸？怎么你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小美，你也别太受人家的迷惑了，我还不是为了爱护你。他混蛋，你敢拿这种话来侮辱我，你叫恶魔。你以为用我这种手段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吗？哼，滚出去，这没有你大娘的地方。好在宋先生的身体是很健全的，不过心脏稍微衰弱一点，这是因为他神经受了刺激的缘故。假使最近没有什么变化呢，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好的了。宋先生，不要紧的，请你好好的保养吧。哦，谢谢你。大平，我希望你能够早一点好，跟那个姓汤的小子法律解决。现在这个破玻璃瓶子的证据好歹在我们这儿保存着。不不，我曾经对小霞说过，只要不妨害我们的事业，那我一切都可以为他牺牲的。我的身体本来是属于他的，也是属于你们大伙儿的呀。
霞，霞妹，霞妹，谁呀？钟老板，太太，宋先生，我是看戏园子的张老头，我是李小姐，李小霞小姐，叫我来探望您的病的，她是多么的惦记您，她叫我以后每天都来探望您，霞妹。怎么这么晚，医生还不来？来了吗？宋先生，李小姐知道您的病今天完全好了，她高兴的什么似的，她叫我带着鲜花来。还有一封信，他说他明天一定来看您。真的？钟先生，我再也不能忍耐了，我要立刻看见这花，这信。哦，钟先生，请你帮助我解除这脸上、这手上的障碍吧。戴平，你不要着急。钟先生，快点儿，快点儿吧，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干呢。钟先生。我好了之后，我要更努力地干我应当干的事情。我还要更爱护我的小霞。可怜的霞，在这几个月以来，不知道她会变成了什么样了。她一定是很憔悴了。霞妹，我好了呀，我们明天就可以见面了呀。钟先生，快点吧，快点吧。请你快点吧。钟先生。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害怕？
回去，把这封信带回去吧，告诉他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再也不能和他见面了。我是个鬼，我是个野兽，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我再也不能和你们见面了。用死来打断他的想念，哪知道他是这样的痴心。宋先生，您要是不忍心使他受痛苦，那倒有办法。先在他家里，只扔下小姐和奶妈两个人在这儿，其余全家都搬走了。这我想您不妨再出面去安慰安慰他。不不不，这就是我的经过，我的悲惨的经过，整整的十年了，我把自己埋在这个坟墓里面，同死尸一样，
每天晚上，我总会看见他，我就不知不觉的要掉下眼泪来了。瞧，他就住这儿。我虽然看见他，可是我不能去接近他。我在无可奈何之中，就只好用我的歌声去安慰他。每逢凄凉的月夜，他总是站在那儿听的。十年以来，他是已经成了习惯了。宋先生，既然这样，那您为什么不想一个好的办法？或者是叫人告诉他，说您并没有死，那么他一定不，绝对的不能。假使他知道我没有死，他一定要来看我的。要是他见我变成了这个样子，那他朋友，你肯不肯帮我一点忙啊？他当然肯的。好，我想请你去替我去安慰他一下啊。什么？不要奇怪，你看吧，你看我是变成了什么样的一个人了。我怎么还能够去接近他呢？十年以来，我是没有一天不再希望着遇见一个理想中的朋友。一方面，把我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去帮助别人的成功，同时也希望别人能替我做一点我所没有做完的事情。这理想中的朋友就是你。就是你，朋友，你就答应了我吧。只要晓得我的声音，我的语调，你同他讲几句话，他也许就会接近我来的。瞧，他还在那儿，他还在那儿，等着我的歌声呢。去吧，朋友，你去吧，你就答应了我吧，你就答应了我吧，你就答应了我吧。
我的面前来了。
哦，李小姐，你不要怀疑吧，请你把受了重伤的心情重新清楚一下，不要为了一个单瓶就这样迷茫消极，毁灭了你的一生，放弃了做人的责任。你这样不能算是真正的认识宋丹平，你也不能算是爱宋丹平了。哦，霞妹，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是怎么样遭人家的破坏吗？现在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去斗争。单凭是失败了，可是你还有你的力量啊。你不是说过吗，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自由，我们要得到我们的光明，那么你就不应当这样的放弃。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全人类上面，不要仅仅的是为了我们自己。但是我觉得怕呀，我不能没有你呀，我不能离开你呀。哦，霞妹，不要怕，胆子放大一点。翻平是一时一刻都跟随在你旁边的。哦，霞妹，看，天快亮了，光明就要来了。你为着单凭兴奋起来。Thank you.
假使有一对爱人，在任何方面都达不到他们的目的的话，你想他会发痴吗？哦，岂止是发痴呢？假如是我遇见这样的事情，我一定自杀。哦，姐。哦，我们永远的不会分开，你永远的没有阻碍的。看这个班子的情形，大概是靠不住了。听见看园子老头说呀，他们生意太坏。那么他们欠咱们的电饭钱，咱们赶快找他去要吧，不然他们那个行头箱子是值不了多少钱的。我也想到这一层了，咱们跟账房先生说一声，赶紧的给他们结账吧。这儿观众的心理跟眼光也真难琢磨。只有陆介的戏呢还比较可以卖座，可是他演了不几天又生病了。哼，观众的眼光，哼，观众。好在陆介的病不要紧的，大概不久就会好了吧。到现在爷爷的收入最多只能维持五天了，您看。现在我们这么决定吧，要是明天陆介还不能上场，那么我们再继续演三天，要是生意再不好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哎，宋爷，我们不久就要分别了。不要悲观，朋友，你们剧团的情形我完全知道，所以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一个补救的办法了。补救的办法？是的，朋友，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帮助。现在是应该我来帮助你们的时候了。宋先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以为我在这誓言中就仅仅为了女人在这儿苦恼吗？不，绝不。我曾经做过了许多的工作。工作？是的，是的，我写过了许多许多的剧本，真自由谋解放的剧本。我已经替你带来了一个热血，这是我十年前的成功作品，我已经把它改编过了内容。朋友，好朋友，
个你吧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，你们将要得到广大的观众啊。
命案。他是谁呀？他就是这里大地主唐大爷。什么大地主小地主，我也不认识他。这刚刚我看您楼上没有灯光，我以为您不在呢。哦，宋爷，我不知怎么说才好，我真不知怎么样来感谢您。真的，我生平只有您这样一位先生，您给我前途，您给我光明。坐下。在后台，从你拥抱的那个姑娘是什么人？哦，对了，我还忘记告诉您了，她是我的爱人，陆蝶，她是我的爱人，她很聪明，她很漂亮，她是一个很……我知道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你是个有了爱人的人，朋友，你是个有了爱人的人。侠妹，你为我受苦，你为我失去了光明。我想安慰你，我想使你快活，所以我找了一位比我更有希望的青年来陪你。但是现在
我是完全失败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哦，宋爷，不，不怪你。朋友，只怪我自己太鲁莽。你是个有了爱人的人，祝你们的成功吧。再见。可是宋先生，再见。可是宋先生，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永远的将来。永远的将来，永远的将来。小姐，您这鹿蝶上哪里去了？哦，你问你的爱人鹿蝶小姐吗？您还不知道，这儿的大地主汤君汤大爷喜欢她，把她叫去了。哼，你真有面子。汤先生，请你原谅，尊重一点我们人格吧。先生，我这一次的来是打算说明白我的意思，请你不要误会，以后不要再这样的对待我吧。哼，笑话，尊重人格，难道是我汤大爷看中了你还不尊重你的人格吗？哦，姑娘，你也别太傻了，我虽然是爱慕你，可是我一半也还是因为可怜你。你跟着这些走江湖的东飘西荡，没有一个归属，多么可怜呢？倒不是跟着我，终身有靠呢。谢谢你，汤先生，我已经有靠了。啊？你靠谁？我靠我那以心结、精神建筑成功的艺术。啊？艺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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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误会，那是万不得已才去的。不得已，不得已，你要想欺骗我吗？哦，小欧，你只知道我去，但是你不知道我去的原因，实在是因为他们所派的人逼得我没有办法才去的。如果我坚决地拒绝他，不见他，他们说，他们竟会用毒辣的手段来对付你的，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关系，他们早已知道了。所以我去见他，这还不是完全为了你吗？况且我现在还是一身清白，那汤俊发
反而给我教训了一顿。你为什么又……谁相信你的骗人的话？你根本没有辩白的可能的。小欧啊，你臭贱女，你以为每一个女人都可以做你的玩具吗？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你快点给我滚出去！哼，好厉害！你大爷因为可怜你，所以才跟你接近。你倒反而打起架子来了，今天要你知道你汤大爷的厉害。来吧来吧，一切的酷刑都来吧，一个大众的敌人呢，看谁的末日就要到了，看谁的末日就要到了。他就是汤俊，姓汤的，有了几个臭钱你就无所不为，十年来被你压制了蹂躏的人还不够多吗？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人家都不知道吗？你用卑鄙的手段害死了李潇霞，又害死了宋丹平，你这狗东西！
张照片。啊，金世先，革命同志，他是革命党吗？啊，革命党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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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诸位静一静，不要伤害他，我有话说。沈先生，沈先生，你要明白，宋先生要你帮助他的，不是为了他的个人。是要你完成他的心愿的。李小姐，我把一件事情完全告诉你吧。我不是宋丹平，我叫孙小欧。啊？什么？宋先生本来没有死，可是他被那汤就害的，简直不像人样子了。他怕你看见害怕，所以叫人家告诉你说他是死了，想不到又把你急病。自从他跟我做了好朋友之后，他就托我替他来安慰你。上次和小姐见面的实在就是我，这都是宋先生希望您恢复精神的一片苦心。他现在被汤俊打死了，同时军法方面也发现他是革命党，现在这下是绝对活不成了。
丁小姐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同时丹平的牺牲就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教训，我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去奋斗，打破这黑暗的势力，为大众来争取自由，完成丹平一生未了的志愿。